再来看到通缉犯酒驾还冲撞人警，在台北市大安区的致命嫌犯在酒吧狂欢，清晨酒驾自撞分隔道，眼见警方到场时，他竟然还加速冲撞逃逸，幸好警方反应很快，及时跳开，只差一点点就会被拖行。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三小时内逮到人，才知道他除了酒驾上路，更身上背了三条通缉罪名。这边灯要怎么关？驾驶自撞分隔道，警方赶到场处理，但车窗才一摇下，就闻到浓浓酒味。来，啊，你先落来，哇，这有好多用啊，劈这边怎啊？困街了，你就先去了啦，等下啦。醉驾驶不肯乖乖下车，方向盘这里按完换摸，那里使出拖延战术，就是为了找逃逸时机。啊，不要！哎，干嘛、啊？下车！啊，下车！驾驶猛踩油门倒车逃跑，远警冲上前拦阻，还被撞倒，差点就被拖行。警方赶紧调阅路口监视器，以车追人，发现嫌犯沿途逆向行驶，差点撞上骑士。三小时后，在信义区逮到人，被士林地检诈欺通缉哈。我们这边也直接把你逮捕了哈。这名27岁的游姓嫌犯会跑成这样，因为他不仅酒驾上路，身上还背着三条通缉。有两个啊，有一台警车，要两个在那边找。现场草地上都还留有倒车痕迹。事发在7号早上7点多，台北市大安区，这名游姓通缉犯在酒吧彻夜狂欢，酒驾上路自撞分隔道，一看见警方来盘查，担心自己通缉身份曝光，直接踩油门逃逸。经酒测值0.06。另该嫌身背两条诈欺通缉，一条妨碍秩序通缉。通缉犯嚣张跑到酒吧狂欢，又酒驾冲撞远警，旧案还没有入监执行完，又被多上好几条刑责。记者李明洲台北采访报道。